老大，那你明天一定要回来啊。明天来，一定来。今天晚上都别乱跑。啊，知道了。走吧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少奶奶他们回来了。李万，你大少云去哪儿了？姐，我们出去玩了，少云玩的可开心了。你就知道玩，少云他不会说话，出了事怎么办呢？姐，这是少云送你的。喂，哦，请稍等啊，少奶奶找你的。嗯，张姨，你带他们去洗洗吧。哎，少云，喂，走吧。啊，姐姐呀，现在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何金长，哟。季婷啊，今天不去应酬啊？哎呀，老了没那个精力了。老什么呀，正值壮年。对了，这是我们前两次煤炭利益的分红，我已经把它打到您的账户里了。哦，还有我从盗墓犯的手里弄了一对血玉手镯送给嫂子的，他们说会辟邪通灵的。哟，季婷啊，这可是贵重玩意儿啊。军长，一对手镯算不了什么。好，那我就替宝一谢谢你了。哎，您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正想问你呢，怎么这汽油的买卖一转到沈丽的手上就被钟统给查封了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沈丽得罪了钟统吧。幸亏这次钟统没有追查下去，要不然的话随时会连累军长你的。没关系，现在除了军队没人能把汽油运出去，我谅钟统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，如果他们敢轻举妄动，我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这个沈丽也是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就是浮躁不踏实。妹妹，南京路上那个首饰店来了一批新的珠宝，等一下陪我过去看看。姐姐，你还是找别人陪你去吧。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开心啊？沈丽欺负你了？沈丽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，诸事不顺，愁云惨雾，搞得我都没有心情。我不是已经介绍唐会长给她了吗？怎么事情还办不成？唐会长倒是很帮忙，但是好像有人从中作梗，连唐会长也吃了哑巴亏。或许是沈丽接手何军长汽油生意的时候得罪人了吧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让他干了。肯定又是那个周继廷搞的鬼，太不给我面子。不要为了我家的事动气，和气生财嘛。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老爷，啊，喝点参汤吧。今天晚上别再熬夜了啊。这么早就散了？心情不好，手风不顺。玩嘛，就图个乐呵。哎，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是手镯啊。哦，你看这个血色，没几百年练不成的。怎么弄来的？季婷特意送给你的。他的东西我不要，谁知道是人血还是狗血，我怕带上他通不了灵，还沾了晦气。哎，你呀，有话直说嘛，老夫老妻了还兜什么圈子。周继廷那个人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城府太深了，
我倒觉得他该去做戏子。怎么了？他得罪你了？他当然不敢得罪我了，可沈丽给他害惨了。他害沈丽？怎么回事？说给我听听。你看，你让周继廷经营汽油这么多年都没有事情，可是你交给沈丽马上就出事了。你说不是他搞的鬼，我打死都不相信。老爷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把汽油交给沈丽是想帮他还是想害他？祸出了军营你就不管了，周继廷却把沈丽给害了，传了出去你成什么人了？还有啊，我在敏秋妹妹面前都抬不起头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女人懂什么啊？打好你的麻将，逛好你的街就行了。你凶什么呀？我做太太的给你意见不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周继廷就不是好人，他可以在背后出卖沈丽，将来也会出卖你的。你的事情我不管了，你自己想想。哎，敬你一杯。周老板客气。来来，你这一出手啊，整个润丰所有的现金都被掏空了，沈丽被你搞得半死不活的，现在连找我麻烦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周老板客气了，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过周，就如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不管干什么我也不可能伤害沈丽的性命，这也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就欣赏你这种原则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这是我女儿丽丽，这是我女婿林建峰，这是中统的张科长张书恒。两位好。啊，你好你好。来来来。哎呀，张老板，李振峰把您给吹来了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老板，你刚才唱的非常好，那首什么歌啊？悠悠香。悠悠香啊。来，周老板，敬您一杯。哎，好好好，以后您可要多捧我的场呀。好。啊，干爹。哦，你只顾着跟他喝酒，我可不一样。都是干爹不好，都是干爹不好，干爹自罚一杯。干爹，你都有多久没给人家送过花牌了呀？哎呀，我最近忙嘛。哎，改天我多送你几个。那我可要罚你送我$1的花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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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小姐，我敬你一杯。岳姐，徐经理，什么事？是这样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这个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就直接跟他说好了，从今天起这个化妆间就是我的了，请你出去。凭什么你说是你的我就要让给你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三个字，花艳红。花艳红？你可知道我月桃花10年前用的就是这个化妆间，
哼，有些人真是可笑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。十年前你可能真的红透了半边天，可是现在大家都是冲着我花艳红来的。徐经理，啊，找人帮忙把我的东西搬到大花中间去。妹妹，你既然这么喜欢这儿，我送给你。谢谢月姐，谢谢，我马上去办。谢谢了，桃花姐。妹妹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，那姐姐我也劝你一句，趁着年轻多赚点钱，别看你现在风光无限，有一天也会有人跟你讲话撞见，起码你得像你姐姐我这样大大方方的把化妆间给让出去。小心点啊。别拉我，我还没喝够呢。别喝了，再继续喝。哎，天都快亮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家，我不要见到那个黄脸婆。我告诉他，我讨厌他。你是不是我哥们？你不跟我喝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哎呦，我哪敢看不起你？你是我岳父的贵客。我还要喝。哎，怎么办呀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，他都醉成这样，也不知道他住哪儿，不如带他先回家歇一晚吧。啊？走走走，回家啊！回家，我跟你接着喝啊！走，回家。哎，接着喝。哎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哎，走吧，不醉不归。哎，接着喝。小心头。哎，把酒倒上。好好好，哎，倒酒，你先躺下，我给你拿酒。好了，你先躺下。不倒酒，我就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走了。老杨，你照顾好他啊。哎，好，小心看着点啊。别管了，好的，走吧。
我问你，今天晚上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张科长喝多了，姑爷带他回家留宿。哪个张科长？中统的张书恒张科长。哦哦，没事了，出去吧。是，老爷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才回来？我要查案。查案就得喝酒啊？哎呀，这不是工作吗？工作工作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每次都喝那么多酒。干什么呀？醒醒醒醒，让我睡会儿。你衣服上的口红哪来的？哎，倒是应酬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你这应酬的好，每天都酒池肉林的，不知道你跟什么人在一起。哎，啊！你怎么刚回来又要出去啊？姐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李万，你兜里装的什么东西啊？拿出来看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过来，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你兜里装的什么呀？姐，我兜里什么都没装。哎，姐，姐没有啊。这钱哪来的？啊？从我书房的抽屉里拿的。你偷钱？哎，明秋，别生气。李万，你能不能告诉姐夫，你拿这些钱要做什么用？如果你需要用钱，可以直接告诉姐夫。但是我们不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你年纪还小，世道险恶，你拿这么多钱会有危险的。李万，不用你管。你还敢犟嘴？哎，姐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别走啊你。哎呀。敏秋，
你下手也太重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算了，别生气了，你在家照顾少云，我去找他。怎么样，找到他没有啊？他跑得那么快，我哪追得上？我找了好几条街，凡是我能想到的地方全去了。敏秋，不是我说你，打他不能解决问题。你说你下手那么重，谁受得了啊？再说我们也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应该听他解释嘛。我实在是担心他，他这么小就偷钱，长大了可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。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他拿钱也许有特别的用途，只是没有给他机会说。等他回来了，咱们耐心听他说，事情就简单了，也许没那么复杂。现在这么晚了，外面又不太平，你说这一个孩子，必须先找到他。可是我们到哪去找？你别担心啊，别担心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老大，我饿了，整天就知道吃，除了吃你还能干点什么呢？行了，没事，去买点吃的。嗯，就这点钱能买什么？老大，要不咱们干回老本行吧。我警告你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休想带他们再去干坏事。那不干坏事填得饱肚子吗？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去抢。你自己住着洋房大屋，哪知道挨饿的滋味？就是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对呀，就是。好，以后大家一起干，有干的吃干的，没干的，咱们就一起喝稀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反正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谁说你无家可归的？上来了，老大。好，两位老总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你每天都在这儿啊？你说你个臭小子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藏在这种……你就是为这些孩子们偷钱吗？李班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告诉姐夫，姐夫会帮你吗？我不敢。对不起，这次姐向你道歉。好了，别怄气了，回家吧。对啊，姐，回家再说。姐夫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，我要在这儿跟他们在一起。是啊，你别让他走了，我们要跟他在一起，别把他带走，别把他带走。不如把他们都带回家吧。都带回去啊？嗯。姐夫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他们很可怜的。是啊，沈丽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他们。好，都带回去。好，太好了。来，陈叔叔回家。来，走。回家喽。嗯，好，行，嗯。哇！好棒呀！哎，别乱跑啊！哎，你们去哪儿去？别乱跑，都过来。来，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别乱动啊！过来，到这儿来，叫爷爷。来，这个是爷爷，叫爷爷。爷爷好，于爷爷。于爷爷好。张姨。张姨好。好。张姨，你带这些孩子们去洗个澡，给他们换件干净衣服，让他们吃顿饱饭啊。好。来，孩子们，来，过来，都过来，慢点，过来，这边，走吧，慢点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爹，你不是喜欢小孩吗？老唠叨着让我多生几个，你看，都给你带回来了。你小子就会跟我开玩笑。爹，真生这么多该多好。来，坐，别生气。于叔，那些孩子都安顿好了吗？听你的，都安顿好了。
爹，嗯，您说句话，这十几个孩子咱管是不管？啊，丽儿啊，你现在是做大生意的，凡不于事，积德行善，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是应该的。爹，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。哎，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真是知子莫若父。您看，干脆就办家孤儿院。今天不在家打麻将了？今天不打麻将，沈丽开了个孤儿院，我今天要去捧场。沈丽开孤儿院？嗯，听妹妹说的，他们收养了好多孤儿，大宅那边不够住，所以开了个孤儿院，往后啊还要收养很多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。今天呢特别叫我跟一般太太过去观礼，顺便呢筹款。老爷你也捐一点吧。沈丽在搞什么鬼啊？她现在都焦头烂额了，哪来闲钱开什么孤儿院啊？沈丽又不是周继廷，开个孤儿院能搞什么鬼啊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时间。哎，老爷，那捐钱的事情我帮你搞定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跟你一起去。开孤儿院了，
是不是发了财了，想立品了？哎呀，何军长，沈某只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商人，谈不上什么发财立品，只是看这些孩子孤苦伶仃，心有不忍而已。哦，抗战八年，有多少人流离失所，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？你看，这些孩子都在战乱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。我办孤儿院的目的，就是想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所，不至于在外面挨冻受饿，能够读书识字，将来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作为的人。我说，沈老板果然是仁义心肠啊！哎，哪里哪里。何军长，谬赞。别闹，到那边玩去。接着，李万，带着孩子到那边玩去。何军长，抱歉啊，这些小孩子们太调皮了。你看这些孩子多可爱呀、啊！何军长，你也喜欢小孩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和宝仪呢曾经有过一个儿子。日军攻陷上海的时候，孩子走失了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我呀，找遍了整个中国，可就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如果他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好人，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孤儿院里，有人照顾，那该多好啊！不说这些了，你那银行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嗨，银行工会还没有通过，说我没有资格。看来只有唐会长的支持也没有用，不就小事一桩吗？何军长的意思是，那就说定了。老爷，快点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何军长，那就改日再谈。等您过两天方便了，我专门去拜访您。这样吧，明天晚上你来我家吃饭。好，一定。敏秋也来啊，走吧。好，再见。宋宋。哎，放心吧。啊，好，那边呢都已经打点好了。何军长，您这雪茄的味道真地道啊！好，那就送你一盒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各位啊，咱们都是老朋友，刚才饭也吃过了，酒也喝过了，以后呢，大家就多多关照我这位沈老弟。何军长都已经发号施令了，我们这些当小弟的，当然得听您的了。承蒙各位多多关照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唐会长，我听说沈丽的银行牌照还卡在银行工会那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嘛，季婷，嗯，你可是银行工会的协理，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？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，只不过审核需要时间，过两天就好了。那太好了。哎呦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。何军长，您不知道为这件事我最近是寝食难安呢。这下放心了。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季婷啊，你啊为我打理生意这么多年了，够辛苦的。你看看你，日夜操劳，人也老了。这样吧，你把手里煤炭的生意呢转交给沈丽，咱们这些老人呐，该退休了，让他们年轻人去操心啊。哦，还有，我这小老弟开了家孤儿院，咱们大家呀，理应鼎力相助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季婷啊，你看你捐多少啊？啊，何军长，这个你说了算。嗯，那我就替你做主，20000银元。嗯，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周老板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，你做了件大善事啊。哼，不客气，谢谢谢谢。何军长，我今天这顿饭吃的可是值了。嗯，谢谢谢谢。何军长，谢谢您的赏识和厚爱。不过刚才
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是不是让周启廷太难堪下不来台啊？嗨，这事儿不用你管，我自有主意，我说了算。老弟啊，嗯，你知道我赏识你什么吗？什么？良心和厚道啊。你看周继廷这家伙这么打压你，你都一忍再忍，给他面子。哎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好，那你以后就好好给我打理生意。何军长，您如此信任我，沈立一定不负军长厚爱。好，来根雪茄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老东西今天分明给我准备了鸿门宴，想用完我一脚把我踢开没那么容易。哎呀爸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？啊，沈立这个臭小子利用何明压制我，总有一天呢我要让他死。给他办了，别让那个姓何的说我拖了沈立的后腿。记住了，帮我办得体面点，别丢我的脸，明白吗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事办得妥妥当当的。老板，这位林先生找您。哦，您是？啊，我是周继廷的女婿，我叫林建峰。哎呀，您好您好您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岳父让我把煤炭生意的手续转交给您。哎呦，麻烦您跑一趟。哎，请坐。啊，我就不坐了，您仔细看看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，咱们约着详谈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您啊。告辞。是还没开始，怎么就走到了最后？你我相遇从未停留，便擦肩而过，各自走。这样的缘分无药可救，不知何时才能拥有。时间不经意。